来替好哥们相亲，结果相亲对象竟然是他。你确定是他呀？确定，就这个。那不穿着绿色皮草坐咖啡店窗户边那个吗？不是，那不行，那这忙我帮不了你了。你本来这情人节替你来相亲，就已经很过分了，兄弟。不是，为啥呀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都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你这女的我认识，她我另一哥们儿姐，她姐。那认识不更好办吗？认识。好办啥呀？哎呀，不行，早知道是她，我肯定不能答应你来。我跟你说。哎呦，我管你叫哥还不行吗？算兄弟兄弟了，你就帮兄弟这一次吧。这不是叫啥的问题，我。那这样，龙年全套皮肤。我不玩大小。那再加上那个貂蝉吕布的情人节限定就行了吧？哎呀，我真服你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真不缺你这几个皮肤，那主要是咱哥们儿这么多年关系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明白兄弟，那咱这关系说啥了？你快去吧，别说漏嘴了。那记住啊，刘婶介绍的。哎，小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来相亲的。你不会是？啊，对，刘婶介绍的。不是吧，这么巧。哎，可不就是嘛，真巧。那你喝点什么？不喝了不喝了，反正不就来走个过场吗？怎么的，跟我相亲就是走过场吗？没有姐，我这不没寻思相亲对象是你吗？那既然已经都这样了，就走个流程呗。姐你别闹了，这相亲有啥流程啊？那咱不得互相问问对方情况，互相了解一下吗？咱俩有啥好了解的呀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啊，行，姐你问吧。你喜欢什么类型啊？这上来就这么问这么直接吗？那相亲不得问直接点啊？快说。好吧，我喜欢甜美可爱一点。是上次相亲的妹妹那种呗？啊，原来你喜欢那种的。唉，没有姐，不是你这怎么还叹上气了呢？没什么，有句话说得好啊。啊？什么话？年少不知姐姐好，错把妹妹当成宝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后面的问题也不用问了，既然走流程，那就走全套。陪我去看个电影吧。